现在要变得小心一点哦，这个水呢大概淹得到脚踝左右。那比如这个停车场经过这条路，其实根本就是慢慢很难行驶，可以靠自己的眼睛去，都已经快张不开了。因为这雨真是相当脏的大，除了雨大之外呢，其实风势也相当惊人，许多民众呢想要撑伞来经过这条路，不过可以看到呢，这雨伞呢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，根本就已经拿不住了。呈现寸步难行的情况，这个雨伞真的很难的拿得住。一直台中市的这个气象局就表示，现在台中市的雨